烧烤撸串了啊，必须凉啊。蘸点这小烧烤料的，这是咱家的。你咬就知道了，这么残肉啊？嗯，你这么残肉吗？你吃鲍鱼。感谢媳妇的赏赐啊。香啊，难受。八爪鱼，八爪鱼，真好吃啊！老也没吃串儿，正经老长时间没吃了，我媳妇馋老长时间了，今天终于给她安排上了。慢点吃啊，媳妇，别着急，没人跟你抢，都是你的。嗯，你为啥不买腰子？我没舍得买。实际上，我没告诉你吗？啥都可以省，腰子这块不能省。但是我觉得我腰子很好，我不用补。这是真实目的，其实不是舍不得。